叫薄皮啊、红肉啊、肉炊啊、香炉、香鹅都有人叫。台湾扁薄才是正港的鱼糯客，台湾鱼糯客搞卡啊、鱼肉、香炉、香鹅、黄块。弄人给，我看你已经听到乱尿尿了，没关系，只要各位有一点点的兴趣，等一下青菜听，我就有自信，让你走出这个神木园是快木的专家，伊安那看会出来，伊好伫什么天道，我拢用目睭看，无你介绍白啊的啦，因为介绍遐都袂记哩。好，这是我的方式啊。那前面这一棵有名字，叫五十一掌。有取名字哦，哈，他叫欧阳修。嗯，哦，那为什么要叫欧阳修？因为我们查出他发芽的时候，就是他出生的时候，所以这张给我牵挂会娘娘，表示一定阮家是小朋友。我等一下要带你们去看的都，有的都2000多岁，马上去看也是必拍的，哈。我们园区最大，2500多岁，伊的名叫做孔子。那我暑假的时候常常带到国小3年级的学生前面挂一个牌子叫做被逼来的因为他的国语课